刘家长你好。你好。我是四季人属猪的。四季人属猪的。你想问什么？我是肺癌患者，请家长帮我看看。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在肺的这个地方，听得懂吗？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窟窿一样东西，颜色啊黑的。那是一年来做过手术啊，孕妇切除。看见吗？孕妇切除。我告诉你，切除了我就看到一个洞。对。明白了吗？台长，我告诉你，你伤疤我都看得见，你里面的细胞我都看得见。你们做 B 超还要排队，还要16个小时不喝水，不吃东西。台长，2秒钟就给你们看见。那个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手术呢做的不算太成功，因为呢，当时啊，他帮你切掉的地方啊不是很大，你听得懂吗？实际上你现在这个癌症啊是稍微有一点点扩散，你明白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听我的话，这些癌细胞不稀奇，不会算大的多的。你现在能不能每天念49遍大悲咒？有啊，我现在去做最大的功课，49遍大悲咒。好，你是刚刚念了多少时间？我8月份才接触到这个心理。8月份、9月份，念了1个月都不到。那时间太短了，好吧？还有念往生咒，老妈妈。我刚刚看到你的肺上面还有很多的活的灵性，就是说你可能在过去吃过很多活的灵性。海鲜呀！小的时候我就不知道，但小的时候，我看看有点像，我看看好像有点像，有点像那种，蛤蟆或者有点像这种。那种形状的东西在你的肺上面，老妈妈你自己好好的念往生咒，每天也念49遍。那这个就是作业是吗？什么？这是作业。不是，就是要加在作业里面。加在你的作业里面。那现在这个就是大悲咒，49遍。啊。心经。心经念27遍。27遍，我现在27遍。好吗？还有什么？往生咒念49遍。再念一个消灾吉祥神咒49遍，这是你的功课。然后小房子你要不停的念，好吗？一个星期念3章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在你肺出毛病之前，你腰也出过毛病，对不对？我身体健康都很干了，肾脏，肾脏，我要去问题。那去做微操，他说有点小毛病。我告诉你，心脏。那心脏怎么讲的？肾脏。哦，肾脏。跟你开开玩笑。做微操，他说有点小毛病。你属什么的，爸爸？我属猪，47年的猪。好。有一个小囊肿，肾脏，肾脏的左面。台长看得快不快啊？太准了！我能可以看出来，我就能救你。但是你一定要听我的话，老妈妈。你听我话，你拿点私房钱出来放放生行吗？我都知道你有多少钱。这个都看得出来。这是大家在拜年，拜年会魔力是魔力。是啊是啊，你可以拿加币换成人民币啊，多放一点吧。拜年会魔力。你能不能？对，但是你女儿必须相信，要真的帮你放。有。真的放吗？真的放。那你就给，那你老妈妈，我给你个数字，你放2000条。台长保证你癌症不扩散。但是。小气啊！我刚刚讲他的毛病，就是说叫他拿点私房钱出来。哎，你太小气！我不是小气啊，我真的很难以拿钱出来的。拿3块钱可以吗？
那妈妈你听我讲，真的去放2000条鱼，一点点放，不是一次性的，在中国去放，好吧，叫你女儿去放。还有自己要许个愿，如果我身体好了，我一定好好念经，我要度众生，我要帮助人家。我对菩萨愿。对，很好啊，这个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想想看，你许愿就是菩萨嘛，所以菩萨怎么会听不到你的祈求呢？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我妈妈啊，没事的。我讲一句话，你放心。你说，在台长下次来之前，你死不了。小房子你现在先第一波49张取，然后你就20张20张这么念，好吗？好了，给人家点机会。对，我从下面讲，我不能一般我的小书记大概会是你的小书记，我不能让他念机。你呀、啊、你现在帮他念少一点吧，好吗？因为你自己身体也不好，所以有些话呢我不大愿意讲，所以你们大家学啊，台长告诉你们。因为有些人呢、啊、气场不好，帮人家念的话反而让人家念上去反而效果不好，大家听得懂吗？你现在你咚咚倒水啊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记住，如果这个人气场很好的，你们举我举个简单例子，还想帮你们念经好还是老妈妈帮你们念经好？那好了，听不懂吧？如果自己我给你念3张票房，你说这种人念出去，你本来好好的身体都被他念坏了，你听得懂吧？那妈妈，你帮小孙子念，你少念一点，给他只有念一种经，我是同意的，就是大悲咒，好不好？其实他刚才那个身上那个囊肿啊不大。所以他很紧张，